本席及林佳龙等25人临时提案，针对 NCC 审查旺中匡平并购中嘉有线电视系统台一案，由于近日旺旺中实集团总裁蔡衍明公开言论引发争议，致使一般社会公众及众多传播学者高度质疑蔡衍明作为媒体所有者之资格性，因此本席建请 NCC 践行公开透明之听证程序，并开放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赋予所有利害关系人、学者、专家及公民团体代表充分及实质的陈述意见的机会，是否有当？请公决案。